钢琴简谱，手机程式 APP。 可以双排模式，可以对弹模式，可以练习模式。练习模式。练习模式。要跟弹模式，对等，等待模式，欣赏模式，开启提示。欣赏模式怎么弄？还有播放速度。跟弹模式。又按欣赏模式好了。搜寻那个钢琴简谱，简谱弹奏，手机程式 APP 在 Google Play 搜寻简谱，钢琴简谱。就是这个啦，简谱钢琴啦，简谱钢琴。开打开以后要等几秒钟，它才会显示这个画面。抹一下，按滑一下上面那个小键盘的位置。哦，这个如果有简谱的话，看着简谱按很方便呢。看着简谱来按呢。弹这个钢琴可以练定力啊，练定力专注力。